林准备的迷宫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迷宫。我准备的迷宫可难了。我准备的迷宫才难呢。你的迷宫也太简单了吧，不就是隔着走吗？你看，走走走走走，你看这不到了吗？那你准备的迷宫也很简单呀，小老鼠想吃到奶酪从这里走不就可以了吗？哎，怎么被石头给堵住了？那我们换个路线。又被石头给堵住了，那从这边走呢？怎么到处都是石头啊？这边又没有奶酪，这不无路可走了吗？你也太笨了吧，就在这你都走不出去，把你擦掉擦掉，我来你走一个。哎，你看，拐拐，哎拐，哎吃到了。你再给我换个图案，我指定能走出去。那就换这边吧，这个迷宫走不同，双面都可以走，而且可以反复走呢，换完它还可以擦下去。这走不出去啊，要不你再给我换几张吧。换的话，这个迷宫战斗力训练它一共有80多页的，主题非常多。那给我来一个动物主题，我来看看小狗的迷宫该怎么走。从脸蛋过来，脖子这块下来，哎呀，这不还走不出去吗？